来，打开包装，拿出隔层，这个就是沙漠卡的主体啊。我们去年在沙漠里测试的时候，它在沙漠里各种的特技啊，各种的飞坡。遥控器，多带了一个备用的前杠，充电器、工具，后面还有一个赠送的灯带啊，夜晚是比较漂亮的。来，打开车壳，给它进行通电。电池采用的是7.4伏1500毫安的电池，给它装回去。插好电池，打开遥控器，打开车子的开关，对屏成功。看看这个雪花漂不漂亮，好漂亮哈。然后把车壳扣起来，好，现在呢对屏成功啊。然后四轮独立悬挂，全地形的轮胎，抬头轮啊，全尺寸的备胎啊，全部都有。我现在来测试，现在呢地面上是有一层冰啊，是有一层冻雨，是非常的滑，看看它的抓地力怎么样。哇，在雪地里啊，四驱永远 VVDS。 哦吼，好冷啊，好冷好冷。我们从车头上飞下来，哎，卡住了，3、2、1，走。哦吼，前头着地，因为这个上面太滑了。漂移，现在是在一块地里面啊，这里能跑起来，还能有个小飞跃、小跳跃。